挑战王一博是你的爱豆吗？最近很火的两位明星，莫属王一博和挑战，两位真的是颜值与演技并存。挑战王一博采访后，其中被问怎么机智的面对催婚这件事，两人都表示不急，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，催什么？哈哈哈，这两个小可爱真的是机智的回应了这个问题，现在还小，不着急结婚，催婚这个问题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身边。每次假期回家，是不是会面对家人朋友的催婚？现在的大家可能都不是那么想早早的结婚，有的小仙女小哥哥也许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享受孤独，这样的小伙伴是不是真的存在呢？波浪号偷笑双人专访又让粉丝大饱眼福，感觉都要日出屏幕。大家都表示对王一博挑战的喜爱，两人感情真的是很好，看过采访，果真是有趣的灵魂，你爱了吗？真的希望两位星途璀璨，友谊长存，我们一起期待充满无限的可能。前不久两人一起主演的《陈情令》也是火爆全网，看过的都知道两人在剧中的演技堪称精湛，颜值时刻在线，简直太帅了。陈情令真的是舍不得结束，姑父想知道大家刷了多少片陈情令，当明星自然少不了曝光，时时刻刻活在镜头下面。下面就来看一下挑战与素人的合影，在电视上看的明星大家也许觉得足不可及，追星真的还需要资金的支持，但是幸运的话会在机场碰到各种明星，想想心情一定会特别炸。明星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都有靓丽的光环，有些明星还是很平易近人的，挑战就算其中一个啦。这么可爱又帅气的小哥哥，要是能合影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不少网友表示挑战真的是帅炸了，挑战的素颜也是很能扛得住。挑战王一博是你的爱豆吗？来讲讲你和爱豆的故事，期待喜欢姑父的